次。他说你抱抱他，加油加油，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有我在。我就说好。你知道急诊室有多少人，我真的完全不管，我就去抱住他，说我说妈妈你放心，有我在，你一定要加油。那是我第一次抱我妈妈。我是一个真的是不太敢跟妈妈或爸爸说我爱你的人，但我真的是一个，我自己不敢说我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可是我就不敢表达。可是你知道我第一次抱我妈妈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妈妈在过年前跌倒，然后呢撞到头，所以她其实意识是一直很不清楚的。那时候我跟她两个人在急诊，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让大家都来，所以我就说我愿意去照顾妈妈。结果在那里的时候，我妈妈其实不太认得我，然后我可以感觉到她很痛苦，我不晓得怎么帮助她。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稍微有一点通灵的朋友，我说你可以帮我看看我妈妈现在的身体状况有没有问题，她现在好像不太清楚。她说哇，你妈妈现在很痛苦，她说你可以抱抱她吗？第一次。她说你抱抱她，加油加油，告诉她你不要害怕，有我在。我就说好。你知道急诊室有多少人，我真的完全不管，我就去抱住他，我说妈妈你放心，有我在，你一定要加油。那是我第一次抱我妈妈，所以我都觉得说真的，我们亲情要及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然后好好的表达你对他的爱。 是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哦，许孝顺你看搞笑一流，其实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是他在录影的时候接到电话说妈妈已经到弥留状态，那他当下是要选择回去看妈妈最后一面还是要继续工作。许孝顺，那个时候你怎么决定的？其实当时我是台湾的基隆人，我以前有一个公家机构的一个工作，我要离开家到台北参加演艺圈，全家都反对，他说你长这个样子你去有机会吗？后来是我阿嬷看到碰果说啊，他比你丑你可以去了，我才有机会离开家乡去到台北。谢谢师父，谢谢。没有你没有他，没有真的，如果你不是你在我前面演了连环炮，我们家人就觉得说我会没机会。我阿嬷都说猴子都可以的，人也应该可以，我不是讲笑话。然后呢，我们全家没有人赞成我去演艺圈，就只有我妈妈半夜呢投给我一张票，是一个真的是 get out 的无效票，因为白天我妈妈都没有意见，到了半夜呢，因为那天开了一个会，这个有谁赞成许孝顺去演艺圈的，没有半票，所以呢妈妈给了一张半夜的无效票，我拿了那张票就到台北。但是有一天呢接了一个新的节目，那天要有两集要录影，早上呢弟弟打电话来说哥你快回来，妈要走了。我说等我一下，我就问了制作人说今天这一集不录的话要赔多少钱，他说大概一集二十几万，我们还没有帮老板赚钱要帮人家赔四十几万。我就跟我弟说你跟爸讲一下，我会晚一点回家。我就听到我爸爸在那一头很生气的把我弟弟的电话摔掉，我就打电话给我哥哥说哥你拿电话在妈妈的耳朵旁边，我要跟妈妈讲几句话。我说阿母啊，你给我一张票，就是我这世人不会带你闹开，我不能做不对的事，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事做好，你生这个身体给我，我可以让你一个人快乐，妈妈你等我。我妈等了我六个小时。所以人生有很多遗憾会在你生命的一个十字路口，你会很挣扎，但是呢一件事情，我深爱着他们，我生怕错过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时至今日为止，我妈虽然走了我有一些遗憾，你们都是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人生当中有很多遗憾，又好爱及时了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现在，江志芬跟龙千玉两位
要用新的来唱出这首《永心》。那个摄影机照到你的时候，那边会显现出来，请大家不管你是拥抱或给对方一个爱心，通通都可以。同时，请大家掌声鼓励《永心》。我们用心珍惜每个当下，拜拜，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跟姐姐先起个头好不好？请一个。亲一个，抱抱亲亲。生命这精彩，有缘才有你，甲我惦才坐到阵。有份才有我，感受你的爱。用心看咱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爱。来抱一下，爱无处关怀。那路途的过去，亲一个，彼阵的来，人生的方向，家己安排。朋友总有离别时，等待分开一句句。才用心体会，用心疼痛我的爱。哎呦，哎呦，好，亲一个，嘴巴擦干净，亲一下。用心看咱的世界，这世界亲一下，亲一下。认真看，爱付出关怀。抱一个，抱抱抱。过冬天船的来，人生的方向，亲一个，亲一个，安排。朋友总有离别时，来来来，抱一个，抱一个。一句句，请用心体会，用心疼痛我的爱。哎呦哎呦，赶快赶快赶快抱一下，抱一下。哇，好感动啊！对呀，真的。还好没有拍苗可丽跟徐孝顺。我应该会打他。我应该会咬你。哎，好，我们今天哎，你还好吗？哦 ，OK， 感动感。他很很有情感。没有了。今天有感情的人。不是啊，我弟弟刚刚听你们讲这故事以后，他刚刚我知道他为什么也掉眼泪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爸爸讲过“爸爸，我爱你”。可是我爸爸。真的很疼他，因为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生。一直到我爸爸走的那一天，他跟我爸爸讲说：“爸爸，我要把这个厝扛起来，我们家的姊妹一定会友好妈妈，你放心。”结果真的，我爸爸走的时候，他突然一夜之间长大了，本来出息弄我的牌，好加在后来我伊呀，我要做大后天呀。来给他们姐弟鼓励鼓励，哇！所有的过去，好感动的现场。